个单子把它拿了，单子拿了。拿个东西拿过来没关系，没有啊。把它进来啊，大姐，我进来，我进来。你小一点，小一点。完了。五月十六日早上，重庆涪陵区顺江大道一公交车站，一名交警对一辆违停的警车开具了罚单。网友表示，随手转发正能量，为中国好交警点赞。对此，网友表示，不徇私情，一碗水端平，这样的执法力才有公信力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，警车违停也照罚不误，这是一次精彩的普法宣传。不对同仁手下留情，本是执法底线，却成为了新闻，备受网友的激赏。或可说明他们潜意识认为有些警察执法不公，执法不认人，公正执法才有公信力。